他们都走了，你还在这里，是有什么事没想通吗？顾前辈，凡事莫要强求，机缘到了，一切答案自会揭晓。是啊，前辈说的是。月小哥，你同月姑娘不是亲兄妹吧？对。我听贤青说，你和月姑娘一同在另一种叫……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术。上天入地，有意思。敢问这术法你们从何处习得呀？我和齐从乌岩村一醒来时就已经会了。还真是神奇啊。既然这术法与你们二人相伴相生，看来其秘诀握在一个情字。你们二人相处越久，感情越深，这术法便能发挥出更强的作用。感情越深，威力越强。对了，顾前辈，有一件事我不知当不当问，但说无妨。您为何对齐说让他多想想自己该干什么，不要凡事总听别人的？这不是当然之事吗？齐单纯善良，容易上当受骗，这三年来我们一直相依为命，我又怎么能算别人呢？况且您不是说我和齐感情越深，心有灵犀术威力就越强吗？月小哥，让月姑娘独立和你们情感加深可并不冲突。依我这几天所见，月姑娘虽然天真却不愚笨，总有一日她会明白，在她的世界里并非只有你们二人，保护过度终是不妥。不行，她离开我不行的。到底是月姑娘离不开你，还是你离不开月姑娘？前辈您也看到了，我和齐注定是要一直在一起的，他离不开我还是我离不开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前辈告辞。今朝在想望尘司命说的话吗？顾叔不都说了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齐，我们一同来到这个世界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，反正我们都会一直在一起的，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？可这个世界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得多，你确定我们真的能一直在一起吗？确定啊，我去哪儿都会带着你的，因为我要保护你嘛。罢了，反正已经想好要当你一辈子的靠山，是什么关系都不重要。跟我来。姐，顾前辈说我们的感情越深，心有灵犀术能够发挥出更强的力量，我们要不要试试加深加深感情？怎么试啊？仙人说月上柳梢头是加深感情的最佳时间。哦，看月亮就能加深感情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还得说词儿呢。说什么？试一下。听好了，思君如满月，夜夜
简星辉，怎么样？哦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舰长，你看，哇！这个呢叫提灯。顾前辈说，每年立春时，这些提灯就会从云雾中迁徙。提灯信使，有可能会让消失的术法临时重现。消失的术法？嗯。那我们捉一只。岂不是可以随身携带了？这些提灯是灵，抓不到的。你干嘛？你不是一直想试试御剑飞行吗？走，我们去试试。你的念剑可以吗？试试嘛。旧时的光景，寻觅一段往昔，前尘落笔，心要灵犀，命中注定。心动悄无声息，岁月了无痕迹，一月色作序，写一纸回忆，都有关你。所有欢声笑语念错你，一切刻骨铭心难忘是你，往事一幕一幕，多少的笑容泪滴都为幸福落笔。只此一年我在苦苦寻，从此一尘缘共你悲喜，于茫茫人海里镌刻你的心，若心事中如意。秦昭，我们这样算是加深感情了吗？也许应该大概吧。那我们再试试。怎么试？嗯，你先闭眼睛。月君。嗯。这就是你说的事实。那你寻你来吗？你快看！看什么？到底知不知道？算了，夜深了，回去吧。啊！你脸红了？你看错了。真的？你脸红了？没看错呀。我看看。